乡亲啊，您知影半暝上恐怖的是啥物无？蔡先生，我想喝珍珠奶茶，不要糖，不要奶啊！不要糖，不要奶，那你就点红茶就好了。珍珠奶茶不加奶是什么啦？你以前都会帮我买不是嘛？蔡先生，我想吃原味大肠包小肠。大肠包小肠，就半暝死掉呢，蔡太太。没有老板会在半夜四点烤大肠包小肠啦，超商有热狗，好嘛，加热狗赶快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又不是我想吃的。不是。蔡先生，蔡先生，我想吃原味的柠檬爱玉。柠檬爱玉不是。哦，柠檬爱玉哦，这可以，交给我，简单呐。大半夜那么搓爱玉，我搞错。算好了，赶快来吃。你也原味柠檬。蔡先生，蔡先生，我想吃原味的面线。原味面线啊，简单呐，这个交给我。你要自己煮？你不是只会煎荷包蛋吗？嘿，原味面线简单嘛，下个面，烫个青菜，打个蛋，捞起来，完全不用任何调味，只需要这个原味的秘密武器，这个低筋筋之中什么都没有添加。唯一添加的只有我满满的爱啊！来啦，准备好了，来来来，试试我这一碗五星原味浓醇鸡汁面线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哦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鸡精哦，直接加热就可以喝了啦，养胎顺便可以补补身啊！怎么样？那吃饱了，可以睡觉了哦。我胃口大开，哎呦，我想吃泰国的原味榴莲，日本的原味和牛，好好好，还有德国的原味香肠，好好好。现在吗？对啊，现在。你说半夜四点？对对对，现在。快点。